我已经被科尔盖送回阿银索菲，有个还算能信的人担保会治好他。重大犯罪对策明白了，你先待在四方院，你不用操心，不要再让我重复一边了。待在四方院，别乱跑。哟，怎么坐在台阶上呢？怎么会要你帮忙啊？哎呀，忙啊！没有。 愁眉苦脸，原指之心，得知先生打算用灰，怎么你也叫起先生了？最好的结果嘛，那也正因为三凤自保，就好像早知是嘛。君子一言，刚刚说起午饭，一起去吃一顿。理解。听说他伤得很重。哎，造化弄人。虽然具体的，不过劝你释怀的话也算共患难。没机会外出吃饭。 也总要来点东西。管理员，啊，那就好。科尔盖送没有？你要是来探，我刚吃过午饭，我找你有事。管理员也一起吧，毕竟不算外人了。这事造成我为先生孟章起。元智之如今要事定我亡。兽首于一代理之日，你我都曾谈过。 对四方院，可如今外患已尽，若是虚恒再生祸端，崇阿恒云、风雷，我会委托奥丁代管四方院。纪元更迭，世殊事。我们于盖亚的危难中诞生，他们时刻提醒着我，所以，我杀他的时候，只是为了你心态安稳。最末，无论如何，今后还望大家能合着自己的口味，好好吃饭。我欠大家的一次。孟章。 主姐的事，别生什么逞强，主姐偶然找到了，再说了。孟章，怎么突然就有点想他了？嗯？怎么有这样的疑问吗？但这就是现实。别开玩笑，管理员。或许人类国家消灭事还这种简单到，你觉得以前没试过吗？结果让我失望。 懒得提了。后面的事和第九部科尔盖一大清早就统计好了，预知。如果你打算留在虚恒休假，随你的便。回去再说。算好。但你着急也没用，鸿鹄向我担保，科尔盖会。你认识他？正好我会阿银索菲以后还要找他吃顿饭，你可以一起来。确实少关心一些比较好。深空之眼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，我还这个，我都提了一路了，为什么现在才？是啊，另外，车到了，上去吧。